到楼下已经倒杯91块了。来来来，人客来，有人要出来，有人要出来，大家过来啊！不要客气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今天来呢，来到的是什么？迪化街是不是？你干嘛自己被道具啊？这样才像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，史上最忙的打工仔就是我啦，炎亚纶强势回归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过年要吃什么呢？过年就是要吃开心果，为什么？开开心心，天天过好年。过年呢还要吃什么？瓜子，让你们有好日子。来来来，吃花，吃花生，发生好事，吃到刚好过年的时候，吃到好事发生。来，人客来，有人要吃吗？有人要吃吗？大家过来，不要客气，来。我们还有瓜子，我们有鱿鱼丝，各式各样的年货，各式各样会让你发生好事的货。都有应有尽有。新年要到了，这回我来到迪化街，要来年货大街当打工仔啦。以前我都只知道吃，现在做起来还真不简单。大家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！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大家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都有一条鱿鱼丝，哦，微信。今天来到底，好烦啊！天哪，你从第一个音的抖音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地花街里有个怪小文，唱歌他总是走音，嘴里拿着鱿鱼丝呀，右手还拿着美人丝。好，最后一起唱，谢谢你。你最近有掉一双翅膀吗？有、啊。你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？哎，你看这里有什么？你到底喜欢东西吗？洗个什么？洗什么？喜欢你。谢谢谢谢，来来来来，抱一个抱一个，新年快乐新年快乐，谢谢新年快乐，谢谢。那没有没有买1000块的不能乱抱哦。一斤150，你要多少？一斤一斤黑瓜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非常大方哦，炎亚纶装多少就多少啊。你觉得超过一斤了没？应该差不多。好，多了算我的，多了算。到底有没有一斤呢？哦，超过了。超过60块。超过算我的。刚刚那样超过一斤多了，那你觉得这次有没有办法接近一斤？我觉得可以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算我的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31块。啊，超过30块。200。我们先不管实薪多少，炎亚纶现在已经倒赔91块了。来来来，吃比瘦更有。你多赚了30几块了。好了，谁要买？谁要买？已经欠了90块。谁要买？啊，那边那边。啊，我们现在发生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老板生气了，他刚刚说拿少一点点的碗给亚人捞，他说一边亚人捞太多了，都送我的。好，他又多送了11块钱了，所以目前加起来，亚人卖了3包，已经赔了100多了。算我的啊，算我的，多的就算我的、啊。好大方哦！我绝对不会让这家店亏任何1分1毫。99回来打个勾，我应该表现得还不错吧，嘿嘿，结束这一回合了，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 and Happy New Year。